就强了，啊，不小心有的。哦，咪咪超级痛，从旁边开始长，哎，现在已经快要变那个木瓜，哎呦，真的就是会变黑耶。我觉得哇，前面也会变大又变黑，拔太慢。对呀，就强了，不是计划，计划的事情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有的。哦，对呀，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那个现在这老公啊，就是热恋。也不是热恋，才刚在一起没有多久，然后呢过了三个月四个月就已经有了。哦啊，对方讲说怀孕了，那个反应，我怀孕了，然后他问你谁的，也太过分了啦，这个很不礼貌。我那个时候还希望说这是谁的，觉得对啊，比较刺激一点，刺激。可是就刚好我还蛮对，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他，所以就是啊，犯人就只有一个，是一个。好好啊，那个凶手的态度怎么样？啊，他就很开心，他这样，我开心。可是我是很复杂的，我觉得我很复杂，就这不是两条哎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耶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什么的啊。然后想说哈。我还没考虑哎，那个时候还在想说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就是因为有了就是要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可是那个男朋友还好，就是那个时候他是男朋友嘛，然后就他说要结婚啊，然后他有计划，就已经跟你讲未来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突然有就是真的是拔太慢？那对啦，真的啦，咪咪超级痛，就是好痛，真的就是我本来就是瘦到四十几公斤的时候，想说哇身材好好哦，然后胸部也变小，可是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从旁边开始长哎，对，然后就现在已经快要变那个木瓜。哎呦，我以前就觉得对，就以前还要挤呀什么的，就是对，可是现在就是痛到你那个奶头更痛，奶头更痛。你就是那个你要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压，你真的要控制。连水压，水压有一点太强，就很像对，就很像被雷射到。大家都差不多，哇，比较敏感一点，会比较敏感。敏感，对呀，然后更惨的是，真的就是会变黑耶，对，变大，变大又变大又变黑，变大就觉得哇好性感，然后什么的，觉得哇前面也会变大又变黑。我跟你讲真的，辛苦。对，我想说这个如果颜色就是对比较漂亮一点，还觉得说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